大人思路分多精是我们在和德文创推广协会在104年参加我们市政府都发局举办社造我们所做的，哦，这它里面有这一面是合作庄的严格，然后又有6块这个台语打油诗的诗牌。啊，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台语打油诗，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这边运动的人很多，还有小孩子也很多，所以说让他们小孩子有一个学习闽南话的一个机会，哦，就像这个用闽南话念，就是说人生就爱看会开，地芳无地分四季，真看世人真名利，菜买忙食嘛会肥，争权夺利在做人，为着利益走西东，人生在世哪迷茫，到尾结局一场空，有一半是一半在劝世的这个意味在里面，这样子。